我回来了，我今天要跟两个朋友去看展，看完展然后吃饭，就这样子，就是很简单的一天。但是呢，我想要用一个，就是可以让我很好剪片的方式拍影片，因为呢，我昨天在剪那个海德公园的影片的时候呢，就是，剪到8点多，然后到输出好、弄好、封面弄好，已经10点了。就是洗好澡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已经10点了。可是呢，就是今天我现在要2点出门跟他们会合，等于呢，我只睡了3个小时，没错。所以我决定今天要拍一支非常好剪的片，就是可能我一回家，影片丢完就啵，哇就出来的那种，就是最好字幕少一点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的目标，Go Go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哇，哇！哇！哒哒！虐待小孩。结束啦，拜拜，期待下一个影片。